哇，有点难，真的有点难，这个我操！这地图节奏很紧凑啊，刚才那里因为口子太多了，容易被僵尸偷人，所以说希望奶能开一下宝人。问题是奶，问题是奶。奶不要乱开。没血都是地图有食物的，这地图有食物。走了走了走了，可以不丢脸，其实比较远。给你给你给你，你把你把水丢了，你就点点它。下一步还是 C 点和 D 点都站人，不是火僵尸。别起那个火闯刷兄弟，50个人啊，我希望50个人都能见暴风，不要有好奇宝宝去乱贴门啊，有陷阱把你秒伤的，那个朝你招手那个粑粑他会把你弄死，那个不仅是粑粑，那他妈尸体味的如何，继续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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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丢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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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看我标点，看我标点。接一下后面走得慢的人，我靠，真的没被抓，牛逼啊！对面也要守啊，贴墙守，贴墙守，贴墙守。僵尸也会被弄死的，不用担心。走的时候我们没有泡泡枪了，必须要丢雷走啊！一秒的时候往来的方向丢雷，两个人都闪，丢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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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赶紧走！去听 NPC 啊，总都可以摁住 S 开枪。我操！你不认路，你别带路啊！主要是守正面啊，侧路僵尸比较好守的。等会门开以后，面对门右拐直接就可以走了。面对门右拐直接走，走了走了走了，看标点看标点。怎么买子弹啊？不行，青叶别断了，回来回来。我们还是换一下后面回头守僵尸。怎么买子弹？怎么买子弹？买枪，买一把枪。再买一把枪，买不了子弹。我僵尸比较凶啊，如果漏的太多，我们就去一点，一点角落角落开黑，兄弟们，角落开黑，小心这个 B 点上面僵尸直接跳过来杀你们啊！右边的也是，不用把他压在角落就行了，不用管他，把他压在角落。看 B 点僵尸也跳过来了，摁住 S 开枪，进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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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进门进门赶紧走，清 NPC， 总哥给你们断后啊，你们快走，不要站太死了。还是一样的，我们散开来守僵尸啊，守实在守不住再去贴门，这里贴门僵尸太容易破点了。好泡泡枪啊，好不？来贴门了，来贴门了，来贴门贴 C 点。上电梯啊，往来几个人去往地点开空气枪啊，这里有个箱子，僵尸可以旋转跳过来啊。准备回头啊，回头回头回头，看我标点，看我标点，看我标点，赶紧跳过来，赶紧跳过来，僵尸非常快啊，赶紧跳过来。
僵尸的梯子跟电梯几乎是同时开的，所以说我们只比僵尸快个一两秒，所以你动作一定要快。前面的往后站一点有传送啊，这个 C 点好像是有僵尸传送的，及时一出就传送。我们站在 D 点刷分啊，前面的往后站，丢雷走，丢雷走，你要刷一局，稍微刷一波，赶紧走吧，快走。直接进爆的话，僵尸跟不上。用补护甲，补护甲吃食物应该都不用我教的吧？全身蹲着打，还是跟上局一样。刚进来的跟你们说，这个 boss 就是全身蹲着打，然后他靠近你，你就站起来切刀，远离他，再继续蹲着打。有点积分，等一下刷导弹吧。反正我是赌狗，我蹲着在角落里拿那个符刷。好好，哎，有可能过来就直接把我秒了，那也是不好说，别跟我战啊。别被他吹下去了，你站起来应该能抵抗一下吧？不能抵抗。我操，还好这图不能刷石龙，我操，刷石龙你们站这嘎嘎刷，没人打过就行。可以丢火刷石龙的。操，你这刷石龙老玩家了呀！我来。我操，别最后一秒死呀，大哥！去标点啊！等会 B D 点 D 点会出现一个梯子啊！我们第二声爆炸往石龙丢冰冻和手雷，选一个丢，丢完赶紧爬。第二声爆炸啊！第一声这是，马上第二声了。赶紧丢了，赶紧爬，快爬快爬，别爬！赶紧跳过来，赶紧跳过来！过来回头接队友。非常好啊，这里40个人，我们40个人攻完，还有一发奶。爷奶，看情况了，丁哥。这把赢定了。再守，再守，接着守，接着守，这里可以接，可以继续守的。过桥守，过桥守，过桥守，过桥。差不多了，丢雷走，丢雷走，丢雷走。还是啊，你进入这里，这里就叫进入，你知道吧？这些口子你都缺人守，一个口子缺5个人随便守住。僵尸比人少，远路少点人，因为僵尸到远路的时间也很慢，主要是近路啊。我靠，我枪死断了，兄弟们。哪去中间？哪去中间？中间压力很大啊，两边的来中间啊，两边的来中间啊，来中间准备贴传送器啊，我们这里可以开奶啊。摁住 S 开枪，摁住 S， 摁住 S 进门，赶紧往前走，赶紧往前走。赶紧往前走，然后回头开枪，摁住 S 开枪，摁住 S 开枪，传送之后立马往前走，传送摁住 W， 摁住 W， 赶紧往前走，回头丢脸，我接着。还是啊，每次传送之后就是立刻摁住 W， 先是摁住 S 手枪是，然后立刻摁住 W， 哦，对，非常棒，兄弟们，守住守住，守到还有差不多5秒，我们上直升机啊。啊，上直升机吧，上直升机。买点冰冻雷啊！上飞机，上飞机过来，我操！听我说，听我说，听我说，站在我这边，我们等会儿另一面会出来僵尸，一定要不要丢冰冻，一定要刷导弹，刷导弹开枪都可以，开提前枪刷导弹开提前枪都可以，什么情况？啊，飞机怎么不动了？飞机为什么卡住了，兄弟们？动的，动的，动的，好慢啊！好慢，卡住了，动的。
别去跳车头啊！别去跳车头啊！啊，导弹被导弹卡住了，可还行？之前那个导弹卡住了，那个导弹不炸，我笑死了。OK， 现在刷，现在刷，不要被僵尸挠啊！远离这个门口啊！你一个挠了就是害一车人了。刚才有一个导弹司机把飞机给卡住了，笑死！准备跟我下飞机，然后跟我走啊！跟我走可以不用跳刀啊，跳到这个箱子上不用跳刀。我把想跳到这里边了，啊！进康控，进康控，进康控，就过了。我操，康控！过了，过了，过了。非常好，37个人过这一关，是我带这图最好。